想吃啥自己瞧，大块子肉咱买不买，再配上俺自己这辣条子。啊，牛肉辣不辣？辣着。嗯，好啊。我给他做，是这个，辣着，辣着，辣着，味儿美吧？这肉汤嘛，你把不火这汤都浪费了，就是，就得把这汤也火了去。那吃上味儿干，那怎么没有味儿一样？啊，红烧牛肉面的味儿。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红烧牛肉面，咱这是弄个辣条子，把这碗电费火烧面煎一点，那个辣条子那焦成一样。你面已经要和好，还是要想到就得两件，把面这慢慢焦，天气热，这会儿再想想舀一盘子碗留着一碗。咱这个面还三揉三醒，最后搓成小圈儿，这醒个十分钟好揉了。你看这揉越揉越光，焦成劲儿。先弄这长棍棍，最后一叫醒一下，盘到这里边就对了。搓这个跟面上筋一样，好，上头抹层油，醒发十分钟就对了。你搓的均匀的，就没有那个粗细。你油发不到，一放干，把那面也就没醒发好。就醒发半个小时，还是把牛肉直接切，把牛肉切成块儿。牛肉块面咱要切大点儿。毛细这个要拿凉粉，不能拿开粉。葱段、辣椒子、生姜，这都是跟那杀尖套一样。来一点料酒，还得把这个沫子一打，先把牛肉捞出来，汤倒里头，把这烧成这红红的这个颜色就可以。把牛肉倒里头，你得把它烧成红颜色。豆瓣酱倒里头，牛肉里边花椒、香叶、炒过，来点八角子，来点桂皮，来点小香。主要就是白芷，这个去腥，调料包放到里头，把这个辣椒子、生姜、葱搁到里头，吃过得再放盐，谁再放盐牛肉就完劲，就这碗炖不熟。必把这个肉汤倒进去，肉汤清凉去，倒点蚝油就对了，来一点生抽，来一点红烧酱就对了。这货现在煮个十分钟后，咱搁到高压锅，再得煮半个小时，把肉都煮烂了，再把它倒到高压锅里头。这只看是辣条子，我这个也能吃的。哎呀，这一样都稀烂，你看。还是虾面，煮下个三颗都熟了。下个青菜，再煮一颗就熟了。看这是两碗面，你看让能炒三碗面，炒破三碗面，汤一浇，全凭吃这汤。来上牛肉，牛肉块一放，咦，通了它的牛肉块。看这一碗牛肉面，上全是肉。拿上汤圆。盐应该好着。好着。看这肉，大块子肉，咱买不买？再配上俺自己这辣条子。啊，牛肉辣不辣？辣着。嗯。好啊。我给他做，是这个。泡菜好吃。啊，就蛋泡菜。嗯。面筋。面筋了。嗯。